女人无法抗拒的接吻技巧，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吗？尤其是当你们哈两唇相依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让她把此刻的触感、味觉、记忆全都封存起来，一下就能记住你。那要怎么样做到呢？我跟你们说哈，一定要利用好这个，它可是被称为可以吃的香水炸弹。这个哈，你含一颗在嘴里边哈，就是有那种茉莉的花香和茶的清香哈，瞬间就会在你嘴巴里边蔓延开来，就是感受过一次哈，就再也不会忘记你。它这个是浙江大学研发的，而且你看它是零糖零脂的，关键什么哈，它里边特别添加了你看这些对就是老烟民特别友好的成分，有它哈，哪怕是你刚吃完火锅大蒜螺蛳粉哈，女朋友凑到你嘴边都闻不到。两个口味哈，一个是蜜桃乌龙，一个是茉莉茶碎，反正是我呢更喜欢让我老公用这一个。就这么大点小小一只，你就可以放在车里啊，或者是办公室里，吃完喝完抽完哈，你就来上两颗，然后你呼出的气哈都会有一股淡淡的茶香，真的会让人念念不忘。